请来自北京的爵士舞者王润，与他一起合作的是狂潇，他们带来的是爵士舞 Superstar。Bring the action. When we up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We're gonna. When we up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See the boys in the club. They wow. They're watching us. They're watching us. Everybody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恭喜王润，我觉得你每一次上台都有进步，今晚也一样。其实我是觉得进十强我已经太幸福了，所以今天跳舞我觉得特别嗨，特别开心。然后我跟黄潇一块儿，我们俩是神经病。我觉得在台上有这种能量释放的也有一个女人，她叫阿朵。我看过你跳舞，我觉得舞蹈演员最起码要有一点，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一定要是成为什么舞台疯子。你感染了我，让我跟冯老师刚才一直在很开心的笑。这个我觉得，我相信有很多观众都被你感染。金星老师，这段舞蹈还好，我看完了以后，就怎么讲呢，我这句话我不是特别起皮，明白了吧，我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形式感很强，但是舞蹈真是没让我特别兴奋起来。因为阿朵，你可能我们看多了，你可能兴奋了，我都不兴奋了都。我在想这个分该怎么给。谢谢金星老师。谢谢方俊老师。我认为一个舞者在舞台上表现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激动，但是你们两个一上来那种激动感太释放了。但你有时候对肌肉的控制应该比今天要好很多。好，谢谢。看来导师们是得好好想一想，究竟给王润什么样的评分。请导师评分。小春老师，9.9分。金星老师，9.5分。杨丽萍老师，9.7分。方俊老师，9.5分。吴春田老师，9.5分。王豆豆老师，9.4分。刘岩老师，9.4分。冯双白老师，9.3分。阿朵老师，9.7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王润，你的得分是9.53分。谢谢王润今晚带给我们的表演，谢谢你，加油。
Superstar， 恭喜王润，我觉得你每一次上台都有进步，今晚也一样。其实我是觉得进十强我已经太幸福了，所以今天跳舞我觉得特别嗨，特别开心。然后我跟黄潇一块儿，我们俩是神经病。我觉得在台上有这种能量释放的也有一个女人，她叫阿朵。我看过你跳舞，我觉得舞蹈演员最起码要有一点，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一定要是成为什么舞台疯子。你感染了我，让我跟冯老师刚才一直在很开心的笑，这个我觉得我相信有很多观众都被你感染。金星老师，这段舞蹈还好，我看完了以后就怎么讲呢，我这句话我不是特别起皮，明白了吧，我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形式感很强，但是舞蹈真是让我特别兴奋起来。因为阿朵，你可能我们看多了，你可能兴奋了，我都不兴奋了都。我在想这个分该怎么给。谢谢金星老师。谢谢老师。方俊老师，我认为一个舞者在舞台上表现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激动。但是你们两个一上来那种激动感太释放了，但你有时候对肌肉的控制应该比今天要好很多。好，谢谢。看来导师们是得好好想一想，究竟给王润什么样的评分，请导师评分。小春老师，9.9分。金星老师，9.5分。杨丽萍老师，9.7分。方俊老师，9.5分。吴春田老师，9.5分。王朵朵老师，9.4分。刘岩老师，9.4分。冯双白老师，9.3分。阿朵老师，9.7分。